我讲唔讲，我讲唔讲。神像人是公社的。如果要的话，神像人是公社的。今天农历四月十六号，五谷王公，神农大帝五公公公圣诞。哎呀，神农长发一开枝，脸变黑色，传说肚子痛破了。常常还唱，唱到那个独唱，脸变黑色，神像黑色的是药王，药王，药王有神像脸红色的是如虎王，猫公公猫公，心胸明明红色的，有红有红，心胸明明乌色的乌色，新郎去发发唱，新郎在地去。八叉，中东啊，面面乌，身上面乌的是摇红摇红，身上面红的面红的是五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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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黑小明的病病资，从新手里办事时，全都这样不合适，心里有何解决？以后后期各家，画面正中央是地藏王菩萨，菩萨，地藏王菩萨，地藏王菩萨。现在一般红蓝的色都多出来，一个蓝色就是你放下心里。心灵的正能量，正能量，我讲的，我讲的。我讲的，正能量。